出来七百七呀、啊。你只要你用吞的哦，不通。是不是，那大家都说不像。对啊，怎么看也不像啊，那种。不像啊，医生就说那你跳非常好。来，站在我后面，站在我后面。然后说他这样才刚满月吗？我说对啊。怎么会？站在我后面。喝妈妈奶跟配方奶，然后还有加一些。来，过来一下。你去拿录影机，你去拿录影机一下，这样。不要拍到我们的胰腺病人哦。一是一个月的意思，今天刚好一个月嘛，哈。矫正年龄一个月。我有跟陈医师讲了，结果他说他今天在接受商业周刊。对啊，所以他是刚好今天请假，不然我是今天一整天都在。哎，我口罩需要拿起来吗？不要，啊好。我们唱一猫龟嘛，哈，猫龟嘛是生日，我们。应该今天是两个意义的，妈妈获得新重生，她也获得新生命，怎么样？好，3、2、1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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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她现在有没有4000公斤呢？4000公克。哦，你那天在跟我讲3000斤，一下子怎么变？不知道，他包红尘。对啊，好厉害哦！真的很厉害呢。你才转眼。你看这个，你之前大年初二要回娘家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今年会不会回娘家？会啊。所以啊，对吼。谁来帮阿公阿嬷来帮帮吹蜡烛？是啦，我袂敢加啦。对啊，这是金孙呢。哦，好。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哈，这个小孩子的诞生是一来就是他的。有一句话叫做小一个家庭少了孩子的哭闹声，好像少了一点什么。所以这个年对你来讲格局意义哈。第一个是癌症痊愈了嘛，哈，新生命开始。那这个是第二个新生命。